又要有新的飞行，要有新的时尚活动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扇形车库，百年的时尚的服装走秀。我们请了100个模特儿啊，用最现代的啊时装秀来展现我们这个古城古都啊，不但既有文化，又要有时尚。那今天我们的铁道之旅，我们的用老火车啊，DP 668是我们台湾。 最大的一个盾队，最大的一个火车头，我们的黑甲部了哈。这一部火车头，我们时称为叫做国王号，国王号啊，蒸汽国王号哈啊，我们马上进来的哈。 水，然后沿途呢会经过。